就现在各国为了竞争，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开发改造基因的研究。请问这些研究对人类有多大影响？研究者的果报如何？这个影响之大，不必我说。现在这个社会媒体报道的就很多。当然有因果。善因有善果，恶因有恶报。业因果报个人承担。你不必放在心上，你可以冷静观察这个因缘果报，你就全都明白了。